给我们国军这样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三军一队可以站上国际舞台，这也是国防支持外交具体的合作的一个表现。我们26位一队，每一位都是精挑细选的一队的精英，这些战绩超演，可以有效的增进友邦的交流。一起加油！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